变成电动机车大放送，然后大家认为说，因为你要被罢免了，所以你大放送。那你大放送的状况之下呢，你当时的这个青年电动机车的这个支票，你要说鼓励青年也不是，因为你把公益取消了，结果你青年也不是，你年龄也放宽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罢免再下去的话，搞不好会放宽到七八十岁了。不是啊，你不能这样嘛，你要节能减碳，后来太旧换新也没了。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开这个电动机车的方向？你的支票是为什么？你要否青年，还是你要否环境？如果你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又讲说啊，因为我预算不够啦，所以我就限量限件，所以搞到后来这个黄牛来排队哈，怎么有排的像张学友抢票一样，对，什么前一天就来排哈，那还要这个还要这个付黄牛票。现在呢，那个市府就说要送嘛，那如果是我的话，也要赶快去领啊。可是呢，居然连排电动车吼都有黄牛，然后就让市府被骂爆，就说那到底是怎样？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个传统的车行业者也不高兴，说那你送电动机车我们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问一下明佑，你有观察到这个状况吗？我觉得谢国梁他是不是进退两难、啊、对，我觉得他难得哎、欸、难得出来道歉哈，因为市府后来承认说连配套都没有哈，就是所以让民众呢因为有限额的问题，所以造成公所的大乱哈。但是我要讲哦，为什么谢国梁忽然间会变得这么谦卑？因为他以往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很强硬吗？面对议会也是非常强硬啊，因为他要面对罢免，因为现在已经走到二阶了哈。听说只差6000多票，如果6000多份联署都签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很危险。所以你看他现在电动机车这个过程大放送。哦，之前还说哈，因为这个年轻人哈，我们要帮助他交通上的顺利，所以呢要补助电动机车或者送 GoGo 罗，然后这些东西在议会一直被打枪之后，他说预算不足。你看到今天为止，因为有罢免这个行动，因为有东岸商场的问题，所以促成了罢免，谢国梁不得不啊。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哦，现在谢国梁他非常的紧张，为什么非常紧张呢？如果我没有道歉说哦，因为这个有限额的问题，那又有这所谓的黄牛票，听讲是1500块啦，一点钟1500块，哎，袂歹谈，但是买会好啊，哎、欸，一台电动机车，敢免5-6万，敢免7-8万，哎、欸，起付即摆要给我的，本来是讲 GoGo 罗，啊，即摆改做其他两个牌子嘛，哈、也没有 GoGo 罗，是其他两个牌子，大家要注意哈、所以就变成说，谢国梁在开这一张支票的时候，是从他选举的时候就开了。哦，那时候我还记得，哇，非常大的一个看板啊，然后上面还说全面哦，来补助年轻人 GoGo 罗，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哦。然后结果一上选之后，跟议会吵了一轮之后说，因为预算不足，因为议会不通过，所以没有预算，哦，要动用预备金。哇，议会整个跳起来，然后最后才说哦，因为有什么样的条件，然后就有两个牌子出现说只能补助这两款，然后大家又抗议，然后因为东岸商场爆发之后开始联署要罢免。哇，谢国梁到现在紧张了。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基隆为什么大家这么，为什么传统机车业者会出来抗议？各位有去过基隆吧？基隆其实它的巷道非常的小，所以大家甚至连停车位都很难，所以为什么他才说哦，城际转运站非常的重要。林佑昌那时候建设这个城际转运站非常重要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大众运输，在市内一定是骑机车。那所以机传统的机车业者，他有销售的问题呀、啊。然后油车因为保养跟修理都必须到传统的机车业者那边。所以就变成说，哎、欸，你现在基隆市政府为了谢国梁不被罢免，跟我们这些传统机车业者是对着对立就对了，所以他不得不出来抗议。哎，你这关系到生计的问题啊。对啊。然后后摆我卖机车，大家拢甲我讲哦，起付补助。哎，我苦没想咁惨会丢。过来，我保养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哦，油车跟电动车的保养是不一样的哦。那不过就有人就说，哎呀，那谢国梁怎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啦，左右为难，哈，两面不是人。明玉姐你怎么看？不是，你本来开这个支票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清楚嘛，包括预算问题、规划问题是什么的。那譬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今天我要挑战，我宣布我要选台北市长2026，好，在此宣布，我只要我当选，我邱小玉当选，每个人一栋房子，可以，好，那我当选之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预算不够，或者是特斯拉哦，因为我们那个停车桩不够啊、所以我的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跟大家深深一鞠躬啊、我就道歉，我们这政策就收回。是可以这样子吗？你看当时谢国梁开这个青年电动机车的这个
车票啊，这个支票了哈、嗯。他一哦就说这个年龄哦就是到35岁嘛哈、嗯。后来他放宽就放宽到40岁。然后呢就说本来要做公益，鼓励年轻人做公益，因为你不能不劳而获啊、嗯。后来呢发现哦这个做公益也取消。第三个你要节能减碳哈、哦，就说为了节能减碳，所以你就说太旧换新哦，我就给你补助、嗯。后来太旧换新也不用了、嗯，变成电动机车大放送。然后大家认为说因为你要被罢免了，所以你大放送。嗯、那你大放送的状况之下呢，你当时的这个青年电动机车的这个支票，你要说鼓励青年也不是，因为你把公益取消了，结果你青年也不是，你年龄也放宽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罢免再下去的话，搞不好会放宽到70-80岁了。不是啊，你不能这样嘛！你要节能减碳，后来排旧这个太旧换新也没了、欸嗯，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开这个电动机车的方向？你的支票是为什么？你要否青年，还是你要否环境、嗯？结果你都没有、嗯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又讲说啊，因为我预算不够啦，所以我就限量限件，所以搞到后来这个黄牛来排队。对，什么有排的像张学友抢票一样，对，什么前一天就来排哈，那还要这个付黄牛票，这刚刚讲说什么一小时500，对，你还有讲说排一次是给你5000块的，不是你这怎么会造成另外一种这种黄牛的这个情况会发生？所以你变成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对，那我就认为说你今天谢国梁，你不要怪别人，你当时在开这个支票之前，你本来你所有的这个配套你就要你心掏两口钱。你到底是要鼓励年轻人、啊，还是说你要还是必须要谢国梁自己好好的面对啦？哈，毕竟这个罢免有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发生下去。